这热心肠又来了，好悬，差点把人踢翻。要为这个马洗澡。这还是个小马驹子了吧？啊，所以他干什么事他都胆儿小，对，没经验也没精力，对，这小马就不行了。多长时间没累了你啊？啊？我说你好长时间没累了。哪个窑啊？谢谢欣赏，再见。